家好，这里是芝加哥的 Chinatown， 它有一个很大的牌楼，莱伊领奇啊，就这条街上面就很多非常早期的来自，应该最早期就是我的同乡来自台山的，对我们这里很多公所，包括应该是大部分最早期的是广东的侨团。然后这里我有很多亲戚同学啊，那这个星光酒家就是我一个高中的同学开的。然后这里也很熟悉，我也经常来，